这边的话，消耗了一波，杨戬冲进去，被控住。关羽一个大，直接将杨戬给推回了自己家中路一塔处。正面团战上是一个以少打多的，吼出来了一个盾的话，把自己的血量顶到了一半。是的，李白的一个大招拯救了全团。正面团战上是一个以少以多打少。哎，首先虞姬被他梦泪带走了。 好，这边梦泪的话是击杀了虞姬之后再反切。哎，梦泪进场，达摩一脚踢到了两人，但是韩信的话是有复活甲在的，江构不敢进场，蓝溪肉成了一面城墙，根本打不动。是的，那么现在只剩一个战斗，江构能不能守住自己的水晶？兵线已经进塔了，梦泪只推他，根本不管人，再次获得了胜利，又是一波逆风翻盘，2-0战胜了伊斯塔。